大致上我大概会用这几支笔，我就先 拿起来。好，那个我们等一下先画布，哦，先把布纹的部分先画给大家看一次。哦，风太强了，把风关小一点。昨天就画好了吗？把风关小一点。今天早上才画。可以关。早上再赶快拍十张，我们才知道。好，可以。我们都画的都小小的。哦，那个还很难下，打好可以再上完。好啊，这个哦，因为其实这个应该是要画撕开的啦。八开的其实你画进去会变很挤，所以通常我不太喜欢把东西画很挤，我就会该出去我就把它拉出去，像开那个后面，翻开后面就好了，前面不要开，这样大家比较不会那么冷。所以基本上我会像苦瓜，我就让它跑出去，我就不要了，我就让它出去了，因为整个画进来结构会变很挤。甚至于像桌面的地方，你也不见得要画这一条线，你就整个拉到底就好，把布拉到底就好。所以就看你自己要怎么做哈。好，一样哈。好，那你上个礼拜那个谁啊，美夏问我说这个颜色哈，这个颜色不是红赭色，是什么？它是，它叫什么？牛顿吗？还是好兵？不是，它是好兵，它叫它名字有点难念。等一下，那个有一个人，我有帮有号码，我有号码。等一下，这是好兵新的颜色，因为我那时候买，我忘记我怎么会买这个颜色。那旁边那两个好用，这是焦褶色，跟黑褶。牛顿的还是好？这是牛顿的。牛顿，所以这不是带褶色。不是，对，那个带褶色颜色会比较淡一点点。这比较漂亮。这颜色比较漂亮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这个，因为。这个是那个好变新的颜色哦，对，这是它新后来又新出来的颜色。好，那我们稍微染一下哈。我这深带粉，对，可是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，然后彩度也稍微高一些些。我先染哈，染一下。那这边我会带紫色进来，我会带一点紫色进来。对，我现在就会带。水买流水的时候带。对，今天的做法哈会比较像缝合的方式哈，就带颜色进来，哦，带紫色进来。我先带钴蓝。那个背景会不会被带进来？会，但是就是要让它带进来。对，不要让它太单纯哦。有，我加蓝色，我的紫色都会加一点点蓝色哦，就不会那么鲜艳。对，直接用蓝紫也可以，就不用加蓝了吧？直接用蓝紫就不用加蓝，但是蓝紫色还蛮跳的，对，蓝紫色其实很艳，所以我还是建议要稍微加一点会比较漂亮。暗面的地方，拉下来，这边，我直接拉。颜色刷过来，接水的地方刷过来，继续做。那个这个头的地方留一道亮面，留一点点亮面过来。那这边可以稍微压一下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这边我带绿色进来。老师，你那边。有没有涂水？没有，我没有涂水。你没有涂水？对，如果你是用缝合法，其实基本上是可以不用涂水。为什么要留它？它有你要做留一道光出来，一道光，就是亮面那个细，它是一个柱状，所以它还是有一道白色的光。那这个我建议是要留下来，不要画掉哦。花椰菜的部分，我们稍微留一下这样子，好，继续哈，到这边带紫色，拉下来，布，我先画暗的，然后上面用水拖出来，
好，然后那个花椰菜暗面的部分，我先带紫色。我现在加蓝紫哈，蓝紫的颜色，但是我还是会加一点点群青那个群青色进来哈，加一点它后面的颜色，这样感觉起来才不会太彩度太高哈。稍微拉一下。哦，花椰菜暗面的地方，我会先打紫色，打一点紫色。这边刷一点水，打一点紫色，做暗面的地方，我先拉出来。刚才的颜色缝进来，缝进来，让它颜色晕染开来。这边让它晕染开来哦，缝进来，缝进来。这是第一层哦，然后这边哦，我如果要让它顺一点的话，我一样会用清水把它拖回来。好，那就是整个暗面的地方哦。它其实 还没完全干哦，等一下可以继续做。好，那我现在用小笔做一下那个苦瓜的暗面，一颗一颗的，我先稍微处理一下哈，画暗面就好了哈，亮面先都留白，我先都留白，苦瓜的亮面都先留白哈。这边画下来之后，到转到下面之后，会变成是暗面比较多，亮面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哦，亮面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哦，注意它那个大小颗哈，稍微做一点点变化哈。这边让它晕进来，让它跟背景融在一起。好，好。一样用水让它稍微往上晕上来一点点，稍微往上来晕一点点，这样苦瓜好。暗面地方我再加一点点绿色，我用素绿加一点刚才的背景的颜色，这样颜色上面会比较协调一点点。找几个比较暗的地方点一下，点一下点一下，点一下，我再带紫色进来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画那个马铃薯哈，水稍微多一点点哈，整个都画上去，跟背景一起做哈，跟背景的颜色一模一样的哈，带上去。好，然后暗面的地方，哦，一样，焦褶色哈，再加一点点，加一点点青绿色。稍微做一下，做第一层就好了哈。好，这边哦。那个影子一起处理它一下哦，但是只是做第一层而已，先把它做出来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做那个布的地方哦，颜色上面哦一样哦，我们加一点点黄褶色进来，把颜色稍微用亮一点点。哦，那因为我是用土黄啊，你们用黄褶色哦，不要用土黄哦。我们先下一层。稍微淡一点的颜色哈，然后这边杯子一起做哈，画进来，哦，杯子要画进来，跟着背景一起做，然后中间先留一道白，
亮的地方稍微水多一点点，现在画的是布的暗面亮面，先画亮面。好，那现在画暗面，颜色多加一点点，颜色多加一点，我们刚才水很多，现在颜色多加一点点，多加一点颜色。布的暗面哦，这边哦，水加下来，然后这边哦，这一个整个都是暗面哦，所以你就直接画上去哦，带一点绿。哦，布要转折下来，我现在是画转折，我有画转折下来哦。那如果你没有画转折下来，你就不用画，不用画这个地方，就平的。对，就画平的就好哦。你不见得要画转折下来，因为，如果你们，可是如果你们都够很小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画到转折面。靠近这个地方哦，稍微暗一点点，往下。等一下，靠近桌面这个地方有些地方我们稍微再暗一些。那这样我们把颜色往上画，然后水不要太多，你要画之前可以稍微吸一点点水。不知道哎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投影机吗？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画一下布的那个。是投影吗？那边有没有？它这个机器不用遥控器吧？应该是遥控器开吧。我觉得这应该是有，然后把暗面的地方再做一下。我不知道哎。颜色稍微用深一点用胶纸色进来。颜色会比较沉一点点。这是照明的，对呀，直接移到这里。这是照明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把这条移到这边来。要关掉是不是？没有。我在想说，怎么这边多一条？叫牛排，该怎么牛排？是那个吗？是说那个。因为这样子那个。对，这样是对的。嗯。对，就是。站在偏偏的。对对，因为这边太，你画下去这边会变太重，所以我就把它移到这边来。所以那个，对，位置是可以移动的，所以大家不用太照着这个东西，都是参考而已。我们把几个重点的地方压出来，暗面。对，暗面，做暗面，我们现在做暗面了。那等有一些不见的，等一下我们用再把它洗起来就好了，稍微洗一下，把一些亮面。这几个暗的地方，我们先拉出来，然后这个角的地方，如果纸干了就不要动。纸干了，你就等完全干再做，完全干了再补就好了，你不要急着补，没有关系，你干了就让它干了，没关系。等一下我们会再做第二层，我们先把第一层先做完。好，那这白色的布也是一样，我们就留白色的布，留白色的布完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带一点点紫色，带一点蓝紫色进来。做一下布纹的地方，先一样用清水把这个布纹的地方拉出来。
菇啦，稍微稀释一点，嗯，直接做。我轻轻做就好了哈。有蓝色的哈，拉出来，拉出来。然后接下来我就会开始画那个物体的哈，那物体的话，我们先做几个，让大家就可以先去画了哈。例如说，我先从那个马铃薯哈，我会用那个黄褶色哈，用黄褶色画亮面的地方哈，然后带一点点葛红，亮葛红的颜色，稍微拉一下哈。但是我会留一点点我刚才画的那个颜色，我让它这样子，好，那下来之后，然后画暗的地方，哦，那刚才有一个，诶，刚才有同学就是在暗面的地方吼，会变太淡，那你颜色只加进来就好，你不要再加水了，你就加进来就好，因为我们第一层的水很多，你就直接颜色再加进来，哦，暗面直接缝上去就好。暗面直接缝上去就好。那表面不要让它 太平，哦，直接缝上去就好，哦。好，下面这个地方，那接下来这边我们要再加深一点点，那可能我们这边要再缝另外一个颜色，例如说我要缝一个紫色，那我就直接换紫色。紫蓝。你如果是红紫的同学，你就加群青或是钴蓝就可以了。因为它下面有底色，所以你就直接缝上去就好，把颜色缝上去。我们中间有几个缝隙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直接画那个，直接再加一个深的颜色上去，它就会立体了。好，我们中间再缝一个亮暗的颜色。我会胶褶色加一点点黑褶。然后水。不用太多，最暗的地方不是在最下面，而是中间的这一道地方，我这边拉一下，拉一下，这样缝起来就一颗就完成了，那这样彩度就会比较高一点点。好，那它上面会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那个背景的颜色要一起，影子颜色要一起做。我直接把这个影子颜色拉出来，拉出来这样子，哦，它就好。那它上面有一些凹凸的地方，你直接用黑褶色，哦，用很干，哦，笔尽量不要有水，用很干，哦，我们来做一些那个上面那个洞洞，对对对，那个凹凸起伏，直接点上去，你就点上去就好。但是记得水不要太多，你若水很多，你就吸干，越吸越干越好。但是吸干有时候可能会又没有颜料，就是再补一点颜料，哦，稍微撇一下，撇一下就好。好，好，这样完了之后，下面补一下比较深的地方。这样一颗就完成了，我画起来一颗就完成了，我画起来就会变这样，就很立体，啊，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 立体做出来，好，让它晕上来一点点。好，那我现在再画野菜哈。老师要让我们画的。好，你们要先画吗？那大家先画好了，不然会忘记。会忘记，好，那我们40分钟够吗？老师，我们过度小的要再改吗？我先看一下好了。如果 OK 不用改就算了，没关系。